那你们私底下出去会去吃饭或什么的吗？对啊，有，也有一起去吃过火锅，吃火锅自己煮的，就到阳明山上面去自己煮。哎、欸，那很久，那五年前了。那我印象很深刻，对，第一次那样子，我们在外面很少吃饭，就两个人吗？那都做什么事？因为他真的都是比较在做自己专辑、哦。有啦，你开餐厅的时候，在还没倒之前，常常去餐厅吃。你有开餐厅？还有开一个什么羊肉炉啊、哦？烤虾，烤虾、哦。对对对，烤虾。真的假的？在哪里？烤虾啊，也是在台中。我们来下一题，因为我们很想跟大家聊聊倒店的经验，我有一些可以跟你分享。你是卖鸡排？对对对，倒店，对。还好啦，对不对？还好，其实陪一点对啊，导电而已。对，难怪你心情会有点不好，就 every day 导电。every day 对啊，就还好。然后之后有吃过，去他家吃牛排。嗯，哦，所以你们有去过彼此的家？对，但是我没去。嗯，为什么？我那天好像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我好朋友这么重要的约定，就好兄弟的，那我怎么会？你会干嘛？可是我知道，对，我好想知道你干嘛。对啊，你干嘛？严总，你知道他去干嘛了吗？应该是有工作通告吧，这样。哦，对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萧同仁演唱严爵的歌《悲观乐观》。好。属于乐观的人哦，真的吗？当然了，私底下也是开心的，应该看样子不难理解。你是什么年代的手势？我天哪！你是什么年代的？乐观啦，乐观，一定是乐观的。那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？因为我有一次很悲观的时候。你刚刚不讲自己乐观？你不是看样子不知道。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他专辑里面这首歌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听完真的有。就是知道要怎么样乐观，哦，有给你力量，有又给你启发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歌还蛮内心的，嗯，
常常会有，因为我觉得你写的歌我听得懂，几乎大家都听得懂，所以什么我不懂，真的听得懂，懂，因为就是有，就是鬼都能懂的人就能懂哦，有这个含义在。那接下来换颜爵要演唱萧红人的歌曲《你是我的球桃》，台语歌。唱这首，因为我第一次遇到红人，然后他那时候已经有在准备他第一张专辑的一些 demo， 然后我就听到这首歌的 demo， 然后呢我就哭了，就太感动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这个是写给是你们以前的情人？你是哪一种哭？就是掉泪那种，还是？是哪一种的哭？太好听了。没有，然后呢？然后很感动。对，然后后来我问他，我才知道他的故事其实是写他跟他阿嬷。对对对，然后含义在，就是很觉得这首歌很有意义。那你本来会讲台语吗？我不会。所以他是你第一个学习台语的歌曲吗？对，是意义很深刻哎，很深刻。而且他唱台语就那个发音更特别。对，就带有老外的感觉。A B C 的，我真的觉得这还不错，我是喜欢的。这样子，对啊。那你会唱哩哩嘎咕吗？哩哩嘎咕，哩哩嘎咕，哇，新出。我不会啊，可惜。你要看我乱唱这首歌。为什么要帮哩哩？突然好嗨哦！我很喜欢这首歌啊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来考验一下你们真正的友情。是的，马上进行友情大考验。友情大考验，今天的惩罚有什么？有这个。常苦的苦茶，还有戴上去面目全非的面具，以及各式各样好可爱但都没有清洗的小道具。你的重点在于没有清洗。对，猪鼻子胡子、安全之吻，以及已经修好放布最强，真的是不是最新的电笔？哎呦，新买的电笔，什么？我们跟台电电借过来的，真的是电笔。我跟你讲，每一个偶像电了以后。就真实的那面都出现，真的很方便。希望你们不要抽到它。好的，加油。请问颜爵，请说出一件你最不爽萧红人的事情。
哦，这应该蛮难的吧？应该就是很难约，就像是来我家吃牛排。哦，怎么约都约不到。对。哎呦。你可以威 OK 那个约威廉，他好像蛮好约的。没有吗？因为感觉喝到顶，我是还蛮好约的，啊，就是比如说一两点我也 OK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就这个答案吗？确定哦。你觉得这个答案不会让他被惩罚吗？他刚刚说什么答案？有没有除了很难约，还没有别的？不然就是他很爱耍冷，就是冷到连我都很已经很冷的人都会觉得讲冷什么话，都会觉得很尴尬。例如什么？你记得吗？喜欢在 demo 里面自己加歌词，你要有时候帮我唱 demo， 哦，他帮你唱 demo， 然后呢，他就你们会出现一些飞机的声音，他就说飞机起飞咻，然后根本不是我的歌词，然后最后那个 demo 就不能用，对，就是在公司在选择的时候，这些都会被打枪，对，哎，蛮好笑的，哇塞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有人帮助别人还被念哎，我只是想说多个创意，就让歌不一样这样，好，好哎，以后不加了，我看这个答案大家满不满意？不满意，超前。开玩笑啦！抽到的惩罚是……哦，拜托不要那个！安全面没鬼哦！你可以选择摄影棚内的人类，任何一位人，对对，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。对，你要不要选严爵？好吧，严爵哇，像台湾的。要选严爵吗？没有，可以凯乐啊，看你都可以啊。我最近在这个单元是蛮抢手的，啊，大家都要选我。美股那 OK 啦，那跟严爵亲啊。好 ，OK， 来，他们要美股对美股吗？对，美股对美股。OK， 我要这边碰到那边。对，这好，这边碰到那边。不然你那边碰到膝盖啊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。一 ，OK， 伙伴，好好笑，蛮奇怪，感觉真的很容易有一种很娇羞的感觉，好害羞哦。你刚刚那个感觉怎么样？第一次碰到男生的眉骨吗？对，蛮奇妙的。就通常我会跟我的那个小外甥女这样玩。啊，对，就是玩，对对对，第一次跟成人这样。以后还会继续尝试吗？要，应该不会。为了上这个节目。好的。下一题。请问和萧红人认识这么久，有没有看过他的女朋友？有。是圈内人吗？不是。你有看过？我有。看过几个？我看过一个。一个。在哪时候？是吧？出道前。出道前啊。是什么型的？长得这一种的吗 ？B 型，是显形 B 型。长得非常无辜的，非常有气质，气质型的，然后身高跟他很配，是就是高高的，对，高高的女生，高挑的。长发短发？那个时候是长发，后来剪短了。后来忘记了。后来看到过几次？那阵子比较常看到，因为我们还会一起出去玩。我没有哦，那我女朋友跟你还比较常见面，比我跟她。我没有哦，那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她其实跟严爵也不会，就是其实跟差不多哎，其实差不多。就是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来，坐好，坐好。就是哥哥鬼才懂。对。就是我会过去找严爵的时候，几乎都会带他过去，就一起，然后也跟严爵的那个就一起四个人。哦，哎呦，觉得哪个？跟严爵的那个。你们干嘛那么失望的脸啊？哦，所以就是一起出去郊游，那还去游乐园一起吃饭。没有，因为台北只有儿童乐园，太幼稚了，我们就没有去。OK， 对，看电影。有吗？电影好像也好像都在他家玩。怎么嗨？